磊墨，因为老师他不是事业出身，他是在家出身，所以叫磊墨。因为瑞静老师打算法传给老师嘛，有很多僧人都不同意，都不以为然，然后就会诽谤了，就会很多事被说出来啊。那么瑞静老师他已经看到这个，一旦说这个反复的事情一定会有这个，那他要老师保持沉默，所以叫瑞默，老师的法名叫瑞默。那瑞静老师他是自愿出生的，他也是在家出生，他也是在家出生，然后得度。因为在日本，那个你要就是说，都是要得度啊。你自愿出生也要去得度，才能成为一个僧人。但是他们日本那种，因为他们的时代背景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自愿出生的人，得度成为僧人，跟他们还是认为你是在家。他们那种。那种决心，对，自见很强。那个。哎。我做那个一直来。老师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再提出来。我什么？好。再找我再找。哎，马上开始了。如果你可以问呢？嗯，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关系啊，难得来。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说人生比较容易得度？像我们坐在这里听法，那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其他的也都应该是有嘛，哦。那为什么说人生比较能够得度？以前你看到的就是说，哦，天人他生活太忧郁，所以他。不会变心厌，嗯，好，先生啊，どうしてあの のことの中に人間がその一番あのその救われやすいと天の世界はあの救われがたい。天はね、はい、楽ばかするんです。天上界し。他们老师说这个天界哈，它是唯有乐没有苦。更多的影响，成就百万年，会不会？要苦吃。这个天界是只有乐而已啊，那人道呢？你走到苦嘛？他有苦有乐。我那个吧，那个吧，对对了，啊，送点什么？因为都是热，所以他会一直啊，这个享乐。水もし。最低的啊，最深梦是那不可以吧，你我对吧，那不是红儿子，我们人间是有苦有乐，那个不能我刚才的对，我们不是一定是。因为苦，我们才知道要闻法。那个苦，那苦不能当的，苦那不能当的，就等于。所以苦为乐因。所以说苦为乐因，乐为苦因，因为有苦，我们才知道闻法。
人生苦那个得了不苦那就算了。他说我们如果人生不苦的话，我们除非要来听闻佛法。那个苦的心里话，有一个有莫法，万里莫法。所以苦是好是坏呢？苦的心里话，我肯定不苦，肯定的。啊。那个自分的人生，苦的心里话，得了，我感觉他妈的苦。所以在日本呢，他们就说，因为苦自己抽了，才能够来闻法，所以是脱苦的福。出来那个，出来，因为因为没得什么的，啊，送的什么呢？如果没有苦的话呢，我们会醉生梦死。那个天天就改了，或者阿松的把搞进去。这个阿松的把搞就是只会游玩。阿松的把搞进去。那个阿松应该做个天就改吧，阿松的把搞进去。所以那里有个天界的符，现在遮起来，我现在挂上挂轴了哈。那个人间乐不太下来呢，人间乐不是用的时候，对，人如果过得太享受，他会堕落，太舒服的话他会堕落。我那个还对他的我那个在我不能给改，如果呢他那个都过得很如意的话呢，他不会来听我说话。对呀、啊，哦有，你等一下谢谢。そうそう、苦しみがあるから壊してられるとなって人生真面目になってくる。苦しみがあるから人生真面目になってね、壊してられない、遊んでられないとこになってくる。老师说因为有苦所以我们人才会觉醒。なんで大物になったらもう怠けてまうの、什么都如意的话人就会懈怠，就会懒散。そうなったら人生の苦しみに俺言わないかんです。所以我们要感谢我这个苦、ここのような生活しとったら向こうなんか行かれへん。所以如果我们过得跟国王一样，我们就不会来听闻佛法了。可能六港和二线的。这个那个行者里面呢、六港。我们修炼文，前念一后念作音，唯独加一念。我念了印度那是。进这我就进广州。好了，一度的天庙里，六度的天庙里。或者决定一，或者决定。就是就二度。前行后，就如是而已故。若依则无因果。好，由于不太知道，哎呦，先那个，后门不是吗？龙树菩萨的法门啊，对吧？一起卡，现在做了卡。是一还是一呢？不一，不一，不一。所以他讲不一，不一。不然喊人家去。这个叫波瑞。那个对，不然他都没有觉悟性了。这个是悟的觉，那个顶觉，悟的极点。だから、こうだって、それにこだわって、これと違うと、一つにこだわって、善と悪。善
这样走啊，不走啊？按照老师说，进来有一个火势。好，那么老师说有善跟恶啊，哪个好？不做了，不做了。啊，苦跟乐，哪个好？按照老师说，进来有一个。哪个好？老师问他。不做呢。对。那个吧，该要得了。哎。后来那么给他什么问题？都是热的话，人就会懈怠。那么给他什么得了？过一地方。懈怠的话就是饿了。苦是没得了。哎。我都是苦是没。人遇到苦的时候，他就会努力。啊。所以你是。努力精进。他说过一个火车然后就朝山的地方去走。不是那不还有那种那不啊阿公们好一点哦。不是你的红啊真的好一点。所以呢一直走进来走进来我刚刚来。对所以呢乐非乐苦非苦啊没你说哪个好呢那个所有问题呢绝对的是你。啊、你要讲，我觉得真的是你。这个波蕊呢，它是绝对的真理。不要不依不依吗？它是不依不依。说几句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决定是这个好，没有办法决定。那个六九八十，那个你，看到吗？这牛啊！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就讲到这个，善人为善。那是对。哎，生恶处。啊，不是你妈的。不明白他们恶人为恶生善处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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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は全部なして悪者に生まれる。悪人は悪をなしてやるべきです。そうそう。だから、这个、做何改良。そんなからってこういう。はい。だからこういう。それが、不一不一ね。そうそう。絶対の信仰。そうそう、お人讲、就讲、不一不一。这样你刚才说这样你来善并非是善没这不是不太不义不义、善者非善恶者非恶他是善恶不恶那么不不你不你善恶一如だから、年齢で、もう、まあ、死んでやな。はい。浄土に行くと。他们在现身，好、神了，往生到尽头，哎，不说，我不能呢，哎，这里我还不上啊，啊，例如啦哈，眼睛的心结，你说以后就是，都是说你在现这个现身时的到尽头去了，我不能，我就不能，哎，往生到尽头的这个往生人啊。
その現在の格さんと五常念とは、哎、どうか跟有没有一样？是同呢？还是异呢？异感。嗯。不做，做你阿拉做。所以它是非同非异。异阿拉做。这是异的是吧？这是异的异。异是啊。啊非同非异。若一者无因果，若异者会相续。那个光靠山了，就是一个啊，又有浇到弄，前面我们这功能。所以说他是净土的假名人。嗯。啊，把这个往。弄你做。哎。跟人家弄。假名人。靠山做完了。哎。会说。哎。你做我哥。哎。做你儿子。嗯。所以这个净土的假名人呢，跟这个秽土的啊一个人呢啊，是同呢，还是异呢？那么老师现在写出来，他是非同非异的。说起来有点模糊，可能。哎，因为你讲说同的话，就是假的啦。嗯，对。他讲异的话，也不是啊。哎，对。啊对对对，那个，我要按上手一打から，就对，この世の私が上手一打じゃ，就对，上手，私が上手一打というような考え方は，それもすでに誤っちゃうところ。さあ、そうなったら難しいんですよ。所以我在绘图的我们呢，往生怎样？我往生去净土了，有这种想法，那个当下就是不对了。他是说这个这种理呀，这种理很深，它是波若的真理。涅槃是什么意思？他是说那是涅槃界的悟啊，的开悟。对哦。证悟啊。格山，我就是一点，我就是一点么？没了格山，也等于在打空那干走。哦。如果你到镜头去还说我是波抹抹的话，那也那不对的。我靠山，你们哪一见到靠山这么矮，都是这么有人走。哎，就是说，是波又不是波。你说不是吗？又是。又是，这是一个念佛的。说同又异，说异又同。啊，对。为异为同。哎，非异非同。私が浄土行って天を拭いたものに思ったらあかんとこ。はい。で、就是说不要把往生净土当作我往生到天国、我到天国去一样、累的、那种想法是不对的。浄土に往生になったらね、これ不仏様になるよ。因为往生净土它是成佛。ほら、这平等法不是。因为那佛它是平等觉。我是人类，因为是平等角色，他没有个性。我是人类，对，很好，没有个性的。那个卡普桑啊，我就一般了。卡普桑听那个说，一万来。所以这又在说了。所以这个锅往生到净土去的时候，不能说那是锅某某的，因为他已经没有锅的个性在在了。所以这个各三个锅一旦又进来呢，但是他这里是没有错的。那个その各三个锅一旦因缘呢？所以这个锅呢，到这个净土的因缘哈，不过没得了。是。我在什么？哎，依往生净土的因缘呢，又再回来这个娑婆世界。缘是缘，娑婆菩萨成了对。回这个还向的菩萨。啊，不然因缘的事。这是因缘。因缘によって。哎。
什么？他说学生啊，我就是这么学生的，从那个嘴里呢。嗯，所以是因缘呢，往生净土，因缘又回又来回向，回向回向，所以不要那个说锅到净土去，还是锅那是错的。我就是这么，人家啊做个把它改掉。嗯。この家の助けでやると思ったら、いい人はこんなのかもわからないよ。たくさんの家の家になって、このいい人の助けに帰ってくるやろ。就说有往生净土的人有那个因缘，他就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比如说你的爱犬啊，他在娑婆世界，在这里生死苦海里打转，你为了要来救你的爱犬，你就会投身为狗道来度化他，救他。什么因为那个男的看了，你说那我都有点的噻，他那流动吧，不就这样了？那么有的人说，我才不要当狗呢。老师说，那就不是平等觉了。因为那边看那边害那边，我告诉你。我说，不晓得当狗还是当苍蝇还是当蚊子都不知道哦。嗯，那个什么，你知道？不管是当狗也好，还有啊，木星也等呢。木星的木，哈哈。在说法，一起打的，那还是有点过后好不好？对了，我觉得一点，你要不说中午早上我们单位中。哦，你是说你很好的呀？所以往生净土啊，想要在净土享乐那是不对的。哦，好，我有看到你电话。那个人吗？哦，很好。所以如果是为了求乐愿生净土的话，受不了。好，那是不可能的。不能连人上人都不能那样。好，所以连人上人的。你说的话，当然是我走偏一点，那什么什么，我这边拿了。一文章里面也讲到这个啊。他们都要五十诺。哎。公关一交这个木龙王。哎。都是个木龙啊，这个要啊，这个要拿到上面来啊，就是趁阿弥陀佛本愿者，哎，他的本愿，方能往生成佛。不是连上人都好怎么事？啊，这是连如上人所讲的。但我怎么去？但是就是坏的。想要求肉要往生净土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个别人不救济我都不买的嘛。还没有我信任。所以大乘佛教不论他都是波罗的思想，他是不依不依的。有多搞不得去。他是平等觉。我可以这样子。他是没有个性的。それは涅槃の世界です。啊，这个是涅槃界的事情。それは絶対の事情です。这是绝对的真理。こんなもんこれ念でもなくて悪でもない。这个比它非善非恶。所以生きとるか死んとるかって。它是生还是死呢？死とも言わず死とも言わず。它不讲生也不讲死。やっぱり書けば生きとるもん。用它的话，它就能够写字了。这个我就在写字说嘛。但是你不写它，它就什么也不动。因为涉及我本人，我顶到了，都住在这地方了。你要石头锤，那他就碎掉了。
一头砖，你应该锻炼你的，你要你应该这种。所以你说他真的、啊，你用石头捶捶他，他就睡觉，他不会跑，不会跑掉啊。所以你说他真，他非真。学生没办法，他在要么这种。但是你写他可以写字。내가학생을어조도있더라어조도는학생도고노는학생도어느지까지지나올까지응네아무튼가신문제였습니다老师说这个问题很难，就是说对砂锅的锅跟照镜子的锅是同还是异呢？哎，对，它不一样的，不一样。有时候你说不一样吗？那是是往生以后身相都不一样，智慧也不一样，那是我还不对啊。可是我给他们带点书。不用不用。嗯。욕만하고나를상담부터오해하는것이유가지또뭐뭐나욕만하고욕만하고가라老师说，我们最近呢，哎，因为有凡夫的欲望。不起应该有。我欲。应该有个啦。哎。所以弄个后面。哦。有个啦。哎。所以。都有弄的啊！嗯，我现在就是一，我就是一条一条瓦斯托，不能弄过来。今晚不不不给点瓦斯托，同じ年齢で同じはずじゃないかと。我就是一条木搞的嘛。嗯嗯。老师说，因为我们有我欲的，所以我们会，哎，而且你的欲就不是我的，会你会想不通，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欲。我就认为在好多人那里忙呢。不是说去净土就产生变化的。好多人那里，比如中国人那里。因为他成佛。火车站哪块在忙呢？平等觉，他没有个性了。我这个火车就行。哦，在这个上不是都是个性。我这个看不上就火车站。啊，有锅的个性。我这里在火车站哪块呢？去净土，他没有个性。啊，就是我们就是没对上。啊，但是人家以为他是一成不变的。まあ行ったら分かるから。老师说不用担心，去就知道了。あ、まあ、あの、議論せんでもいいけどね。所以，不必多说。だから密法というものは、やればやるほど、聞けば聞くほど、不思議な深いものがあるんです。所以佛法ね、越学啊，越是不可思議而已。だから文文の常識では。所以用凡夫的常识是没有办法听闻佛法的。叫你能明明一二。所以不入他人之耳。再说了。要有自己信念。大善的真理。性别啊，有人的命里还让着。他是真理，不入常人之。不过的命里我这还有。用佛法的耳朵，方能听闻佛法。这个和尚，恐怕要听到这一首。就说锅你能够走到这里，很不错。那给阿北一样很不错。那北一样啊，那么那博大大的。那个是那个是罗说，去看了那个是。是，基本就是罗说罗说呢。我这个台湾的菜呢，他告诉我拿地地，就问那菜呢，去供哪去供。越学佛呢，佛越高大，他自己越位卑微。虽然你决定去哪去供。说过嘛，你到没有进来。好，老师说这样才是学佛的价值在这里，这个就是两种身心。我刚才就得要问电脑，那么有什么好？老师说，越学佛懂得越多的话，那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假的。我刚才，或者我刚才那种啊，对不对？老师说，这个学佛越懂啊，你会觉得自己越不懂。我刚才那这样怎么在上岗？然后越不懂，然后就会乖乖的五体投地了。太过阳性了，太过阳性了。
乖养性，乖乖的养性。都有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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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不得自己讲啊，那啊通神自己呢？月经呢？啊，零分。我哪都不送了。他是说没有这样的话都是假的。我们自己讲啊，开始讲啊，对，我那个，所以我记下来了。如果越学佛，自己越聪明，懂得越多，那就是佛越来越小了。就是凡夫的自觉了。嗯，人家讲丰富的几条古代之内。是不是？哎。丰富的几条古しかしこの呪文的疑惑は無限大の宇宙域に是说这种凡夫的自觉是意义无限的佛力无限的佛力よって無限的自觉无限的佛力不能启动凡夫的自觉文法は自分の自覚と違うんです宇宙域によって自覚を与えられる依佛力赐给 这种凡夫的自觉，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所以它都是一起的，哎，不二的，一哈，它都是一的。不然なかったら自分で自覚せないかんと思ったら自分が多くなってまいります。如果自觉自己是凡夫的话，那种我就会很强，那个就不对了。哎，是我再问最后几分钟就好。现在再问到几分钟就好。因为在台湾很多，我那个师姐她的婆婆过世，我就要找净空协会来助念。她本身没有学佛，没有这一个观念，没有这一方面的观念，他们就念佛，比如说像我们修的念佛系，相应吗？先生，お父さん の家族が亡くなりました、で僕は何も知らないと、でその人のためにその亡くなった人のために助念すると、で助念する人たちも僕を知らない人たちです、とても念仏だけ知ってる、そしたらその念仏はその死者にと相応を堪能しますかと、堪能投稿しますかと、ね、はい、ある場合もあるし、ない場合もできてくる。是说相应的有，而是说有时候相应，有时候不相应。有人相应的，因为助念有没有能够救到那个亡者有，他、啊、有的没有办法救到。那本平常就没有念佛，平常就没有那个念佛，念了有没有信？先生あの念仏する人は死に出ない。亡くなった人僕を知らない。という場合はあの堪能投稿しますか？南無阿弥陀佛。力があるからね。そう、因为南無阿弥陀佛有力量，是南無阿弥陀佛的力量。それを叫ようとするそんな力はダメ。はい。如果是我念佛来超度你，那个就错的了。自分たちが念仏して、亡くなった人に栄光してやろうという、それがもはや間違ってる。如果是啊，我们这群人来为你念佛超度你啊，那个就错了，出发点就错了。自分は栄光と生命と違う、南無阿弥陀佛は南無阿弥陀佛を栄光してくれてる。不是凡夫能够回向这个念佛给那个亡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回向南无阿弥陀佛给那个亡者的。有观念说。要那个金刚性，回向金刚性，我才容易相应。那个法师法上有一点了解，就是说，纵然你本身的对这个阿弥陀佛的吸引力啊，了解程度啊，你不必今天就会往生，对吧？我跟你说，台湾很多在经验，很迷信经验。那平常呢，也不像我们这样谈这个佛的功德，就是一个信。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他说。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没有这个本身没有那金刚性，
你说已经没有完全也不知道这个念佛性的人，就是助念观那个功效。那如果说因为说没有念佛性，有没有那恳切的心呢、啊？不知道佛愿意啊，那恳切心就比较少。像我们这念佛，就知道佛的这个愿意，他伟大就到这里。不过就很难聊到处的东啊，有说相应不相应？那是不是应该他这个助念人本身有知道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力的时候，来跟他助念的话是比较相应一点？还是说我们怎样都这样子，通常不知道？先生，あのね、台湾ではね、あの常念がすごく盛んですね。で、各さんが知りたいのは、その常務してる人たちが常念した方が、その猛者のためになりますか。全然知ら、あの仏法知らない、その阿弥陀様のお慈悲知らない人たちがね、あの念仏して栄光する。のはその本当にあのもう者ですか、まあ、助けることできますかと、それは助けられるぐらいの力はあるのあるけ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て助けてやろうという心根が悪い、老实说呢，这个佛号它是可以救众生的，这个本身不用因为。对。老实说，不好的是念佛的人，他用我要念佛回向给你，那心是不好的。それは阿弥陀仏の孤独を泥棒してるんです。老师说有那种心的人都是小偷，偷阿弥陀的功德。那个泥棒的功能好坏？是那个小偷的心不好，那种念头不好。那个如果没有无过事故呢，所以就。所以老师说佛法不论。在什么时候谈起，都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生死问题。事故的时候，应该解决できたら、自然に他に流れていくの。老师说，自己的身体问题解决的话，就能够去影响别人。对。如果自分がまだそこまでいかない先に、人のこと構えに行ってる。それはいかん。それは傲慢や。老师说，自己的身体问题照样解决，就忙着去救别人了，没有，那个是傲慢。傲慢。救われねばならない気の毒な人間は誰やと、あとは言うんやねん。老师说最可能最需要救的人是谁啊？自分をほとんどにそう考えてるから、自己忘记自己，然后光是要去救别人，那个就是本身就是菩萨道理。それ菩薩道理と言ってる。そんなもこんな前は日本もできない。老师说凡夫不会啦。凡夫没有办法真正的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菩萨道。四百，一万四百，对，来了，你刚。